大家好，我是肖明。这期节目是我为我的非盈利组织西湖制作公司制作的。这个非盈利组织关注的是东西方传统文化对文明的影响和塑造。那么这期节目呢，我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科技和人类古老文明的接口。具体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是不是会促使我们打开人类古老的智慧之门？ 这个好像和大家一般对人工智能的印象是相去甚远。事实上呢，我认为人工智能它现在有两个潜在的发展方向，一个就是我今天要探讨的，它有可能让我们重新拾起古老文明中闪耀的智慧，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道路。那这条道路会带给人们，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对生命目的的求索。 如果真能发生，那这个方向当然是好的。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人工智能会快速的促成“人之肺。这个“废”是废除的“废”。其实，“人之肺呢，是一本书的名字，作者是基督教的哲学家 C.S. Lewis，讲的是现代的理性和所谓的科学思想如何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作为人的特质。 而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会比 C.S. 路易斯说的那种人之肺的后果还要严重若干倍。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就看我们如何选择了。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从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的一个采访说起。 大概两个月前，在 OpenAI 公司的 ChatGPT 刚刚出来的时候，Altman 在一次 Lex Friedman 对他的采访中就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对 ChatGPT 是有一点担心的，我们应该担心，不是吗？”所以，如果你对 ChatGPT 现在也是有点担心的，你并不孤独。那么，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短期的呢，是它是不是会成为大量虚假信息的制造者？ 是不是会让我们很多人失业？长期的呢，是它是不是有可能和人类的意愿相背离，以至于它强大的能力会毁灭人类？这个问题里面又隐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是不是会产生自我意识；另外一个是人工智能即使不产生自我意识，它的智能是不是也有可能脱离人类的控制？ 我今天呢是想试着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是不是会产生自我意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呢是有一点亲身的体验。大家知道，这个 ChatGPT 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能够让机器用人的语言和人自然的对话，并且是显得有逻辑推理能力，是因为这个模型呢和以前依赖这个符号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模型是不一样的。 它模仿了人的大脑，巨大的存储和计算力量模仿了人脑神经元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并且用统计学的算法推动，从而诞生了 ChatGPT 这样的智能。但是呢，它可不是真正的模拟大脑，主要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想要知道大脑如何运作呢，我们就绕不过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呢？就是。 意识的来源以及意识和智能的关系，这个是一切的基础。当今的主流科学呢，是倾向于主张意识来源于物质身体本身，也就是它是大脑神经元活动的结果。但是呢，这个假设却让我们对很多的现象无法解释。比如说呢，现在有一种感觉剥夺罐疗法是非常流行的，它又叫隔离罐或者是漂浮罐。 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黑暗的隔音水箱，里面装了一英尺或者是更少的和皮肤温度一样的泻盐盐水。这个泻盐就是硫酸镁。这种盐呢是一种特殊的盐，它会让人更容易漂浮。所以人呢，他裸体进入这个水箱，啊、呃，就容易在这个水里漂浮。在进入水箱之后呢，它是与所有的外部的刺激隔绝的。 包括声音呀、视觉呀，还有重力。当人在寂静和黑暗中失重漂浮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深度放松的状态。有一位科学家叫 Christopher Koch，他是德裔的美国神经生理学家和计算神经科学家，以其在意识的神经基础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他最近呢，在一次采访中就提到了自己在漂浮罐中的感受。 他说：“一开始呢，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然后呢就适应了，然后呢他就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时间也停止了，思考也停止了，没有运算，没有记忆，没有规划，但是人没有睡着，就是非常单纯的存在，是完全有意识的。他的这个经历呢，和佛家的禅定、道家的打坐中出现的状态是很相似的。” 佛教不是修习四禅八定吗？在进入四禅的第一禅初禅之前，人在打坐中就会失去身体的所有感受，整个身体不见了，想不清楚手在哪儿、脚在哪儿、身体在哪儿，也没有思维活动，但是呢，依然有意识，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存在。 我自己在打坐中呢，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在这个之前呢，还出现过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的感受，就是分不出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界限。我在脑海中出现群山之巅，然后就感觉自己就是那些山，还曾经感受到自己是一大片的水体，甚至是随着这个水波轻轻荡漾。尽管如此呢，自我意识并没有消失。 佛家在禅定中继续往上修行的时候，就是自我意识在经历他们所描述的宇宙的不同的境界。但是呢，进入初禅就已经没有了人类的思维和情绪，也就是说，没有了愤怒，没有悲伤，没有焦虑，也没有思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人类情感体验的喜乐。 那是一种世间没有的、无以伦比的舒适、无忧自在的心快感受，佛家称之为禅乐。有意思的是呢，基督教的哲学家 C.S. 路易斯也描述过自己在幼年时代出现过类似的心理状态，它是突然而至，又转瞬即逝。其实我自己在幼年时啊，也经常出现类似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个和禅定中出现的那个禅悦是不是一回事儿。据佛教中讲呢，禅定中出现的各种状态，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不同层次的天人的意识状态。因为意识上升到了那个层次，因此呢，体现的就是那个层次的天人的意识状态。那么，是否不通过禅定，人的意识也可以偶尔的接触到那个层次，体现出那个状态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关于我自己的那个神奇的状态，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叫《爱的三个境界》里面详细的描述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期节目。道家的打坐和佛家的禅定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所描述的入定之后人的自我意识所经历的状态也有诸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人类所知道的道家修炼至少是近。 五千年前就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而人类已知的佛家修炼是发源于中亚，在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婆罗门教和吠陀教，那是至少是六千年以前的事情了。我猜测呢，五千年前道家的导师这个广成子和吠陀教的导师应该是没有进行过打坐切磋。 漂浮罐和佛道两家的打坐修炼，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依照他们的实践，人的自我意识应该不是在大脑神经运动下产生的，因为在上述情况下，人的大脑是不活跃的，神经元没有传递信息，但是人的自我意识依然存在。自我意识独立于大脑神经元的活动，是不是意味着自我意识并不来源于物质身体本身呢？ 这个是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的问题。事实上呢，在东西方的传统信仰中，这个被认为是一个事实。佛道两家认为，人的元神，笼统的说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那个自我意识，它不死不灭，而肉体呢，对意识是一种束缚。人必须通过修行，使意识能够连通，甚至是进入到宇宙更高的境界，才能脱离这个束缚，达到永生。 而基督教也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各自独立的。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写道：“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约翰福音中解释说，灵作为我们最里面的部分，就是里面的器官，有神的意识，使我们能够接触神。 与神接触的能力，或者是说能够接触到宇宙更高境界现实的能力，是人类意识的独特之处，它是真正创造力的来源。而且我们由此会推导出一件事情，就是作为没有人类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来说，它一定不具备真正的创造力。事实是这样吗？事实恰恰是如此的。 我最近在采访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许成刚教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ChatGPT 的基本工作模式是一个统计学的模型，统计学的模型就决定了它是依赖已有的数据，它可以组合，它用组合的方式生成新的信息的能力。 可以比人类强很多，而且呢，因为他受的语言模型的训练，让他能够产生自然的语言，所以呢，他能够显得有逻辑，甚至是有创造力。但是呢，他创造不出来他的信息集里面不存在的东西，而创造出信息集里面不存在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创造力。比如说，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基于已知的两个理论。 一个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一个是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如果我们把牛顿当年面临的问题问今天的 Chat GPT，说伽利略和这个开普勒的理论看起来呢是互相矛盾的，你能不能给我造出一个理论，把这两个理论给协调了？那因为今天的 Chat GPT 呢，他已经学过当代物理，所以呢，如果你问的问题足够巧妙，一步步引导。 它是有可能推导出一个结论，而这个就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但是呢，牛顿提出来的万有引力定律，它可是一个发明，是原来数据里面没有的。如果我们不让 ChatGPT 学习万有引力，它的知识就只到伽利略和开普勒的这个理论，那么 ChatGPT 是绝对不可能自己创造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 这就是 ChatGPT 缺乏真正的创造力的一个写照。有一位跨学科的学者高泽明博士，他在论文里呢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释。他把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直至人的创造力做了形象的比较。他说呢，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映射，它的行为缺乏内在的意义。比如说，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进一步能够将画面与苹果树。 掉落等等概念，甚至是更高级的概念，比如说速度、加速度，像这样的概念能够联系起来，这个都是映射的行为，而不是意义的行为。但是呢，能够把此场景和人类整个的生存体验关联起来，并且用这个视角去观察世界，那就是意义。进一步理解这种体验与宇宙中的普遍法则相关。 将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智慧。更妙的是，将引力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感知，并且能够欣赏宇宙通过统一的规律和秩序治理之美的洞察力，就是创造力。我想，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述牛顿发明万有引力是真正的创造力。人工智能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创造力是来自人类认知的既有系统之外。 从佛道两家的角度去理解呢，也是很好理解的。它就是意识升华时带来的一种必然的状态。当人的意识在修炼中不断地升华到更高境界的宇宙现实中去的时候，它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智慧。当然了，人的创造活动不是都是在打坐中进行的，但是呢，打坐的体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意识的运作方式。 如果意识不来源于肉体，它是更高智慧的来源。意识有可能被合成吗？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吗？比如说，让机器人拥有人的经验，冷啊、热啊、被触摸呀等等这样的感受，因为有了自体感受和经验，就会产生自我意识。我认为呢，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原因依然是经验是意识的产物。 它不是意识产生的原因，在打坐冥想中呢，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入定中你会感到意识可以超越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而初定的时候呢，它又下降到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大脑这个加工厂形成它在这个世界的表达，包括情感呀、智能呀，还有语言呀。当身体消失之后呢，意识只是脱离了在这个世界表达的依托。 或者说是工具，意识本身并没有消失。我们永远不要试图让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这也许就像孩子生不出母亲一样。但是呢，探索人工智能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关系，却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OpenAI 的 CEO 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 硅谷的工程师所做的电脑模拟和古印度婆罗门教所讲述的东西，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啊、uh,，我在这儿呢，想说句题外话。我看了他的采访，我我认为这个 Sam Altman 他是有开放的思想的，并且对人和自然怀有谦逊之心。 这个让我心中还是比较宽慰的。开放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呢，就会让他对现有的科学范式以外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开放的思维和谦逊的态度，也许是 ChatGPT，就是 A Open AI 的 CEO 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品质。 对我们全人类都是意义重大的。当然，他到底是不是我心里想象的这个人，呃，我还不能确定。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而已。我想说的是呢，人工智能也许会为我们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门，因为顾名思义，人工智能就是要模仿人人类的智能，是吧？那就需要研究人的大脑是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个探索呢，因为商业竞争的驱动。 会使它容易脱离之前意识形态的束缚，也就是说，脱离现代科学范式对我们的束缚。当我们真正想去研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时候，尤其是人的创造力，而不是大脑神经元运动产生的智能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就会触及东西方文明中沉睡千年的智慧和实践。那样一种科学发展线路和现代的科学是不同的，它的道路是什么呢？ 它的道路是人体、生命和宇宙，它会带来全新的宇宙观和科学发展范式。这种范式会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更接近人生而为人的根本目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关于 AI 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我会在今后的节目中谈。如果您对我的非营利组织做的内容感兴趣，请光顾我们的网站。 WestlakeProductions. dot org，也欢迎您给我的非营利组织捐款。它是美国的五零一 C 三组织，您捐款可以免税。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